最近网络上都是这款手游的广告，感觉还蛮好玩的样子，下载试玩一下。先把上次送的十连抽用掉。居然出了三个史诗英雄，马上推图试试看效果。贞德和玛娜搭配起来，不仅能启用羁绊效果，获得属性提升，还有奶油输出，太强了吧！这 BOSS 伤害也太高了吧！居然没打过，有活动可以领取40连抽，哎，马上40连抽，爽一把！哇哦，欧洲人就是我，居然是恶魔亚巴顿，嚯、哦，还有天使拉贝尔，天哪，都好强啊！我该玩哪个呢？不管了，先来尝尝恶魔亚巴顿的大招吧！哇，我已经是这片大陆上最强的存在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